啊，那接下来来到直播间的这两位啊，可都是实力不凡的创作型歌手，也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。他们不仅用歌声征服各位老铁，更用演技证明了自己。让我们欢迎陈立农和袁成杰，有请二位。你们好，主持人好 ，Hello 好，两位好 ，Hello 二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。先来给老铁们打个招呼，拜个年。哦，好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，新年快乐。各位老铁们好，我是袁成杰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来坐下聊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个太有诚意了。太好了，哎，我记得刚刚他们是站着。到我们就坐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高了。就是待遇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心疼我们主持人，俩小时站着确实是挺不住。椅子的待遇就给你们了，辛苦辛苦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今天是一波一波的好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但是每一个人来，我都觉得有点过年的感觉。是吧？对。过年很开心，最开心的是什么？我啊，最开心的事情吗？说年夜饭。包红包。包红包吗？对。你是包给别人还是接红包？包红包。包红包给爸爸妈妈。准备要包红包了。是真正的红包吗？就真正的红包，不是手机上那个红包。不是不是。哦。手机上那个也有200呢。我以为你会包更大。你怎么包？怎么包？我就回家，然后包给亲戚。你这么小，你包给谁？他不小了。可是我觉得一般都是长辈包给晚辈啊。对，因为在台湾是这样，我也有听说有一些说是这个结婚以后不能收红包，或者是说生小孩以后不能收红包。在台湾是我们呢，18岁之后就不收红包了。18岁以后得发红包吗？未婚也不得，不一定得发，但我有工作嘛，就我就觉得哎，可以，就有赚钱了就可以。对对对，咱们是不是结婚之前都可以收？是吧是吧？我说的。我是收的，我小时候说要收红包，我是收的。然后过年都会去跑亲戚嘛，然后就收红包很开心。但是我小时候是对于收红包这件事是没有动力的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小时候，我现在想起来，他们都会用一种话说：“哎呀，孩子还小，把红包给大人帮你保管起来。”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红包是多少钱，也没有用过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个读书起来要很花钱，爸爸妈妈帮你攒着。”但是我真的有花掉哎。那种，哎，那是你爸妈压岁钱花在什么上面？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衣服这样。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吗？就你是真的收的压岁钱是可以给到你吗？会给，因为我平时是没有零用钱的。哦，一年都指着这一回了。啊，对，这个感觉。哎，那你会理财。哎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立农是来自于台湾，然后台湾过年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比如说吃的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好吃的吗？吃的方面有一些比较有寓意的，比方说叫闽南语叫昂咕贵，昂咕贵它是甜品，那它的外面包装的地方是用类似像麻薯的那种口感，里面包的是红豆，然后它是一个乌龟的造型。乌龟造型原因是因为它长寿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菜头贵，菜头贵的意思就是这个好彩头啊，那其实是菜头的意思。哦，就过年必吃的啊。对，取个好彩头，就像我们必须要吃饺子，比如过小年，今天南方的小年要吃灶糖。对对对，北方吃饺子，我们南方人过年有时候会包汤圆。你是上海人？对，是包汤圆。而且年夜饭里一定要有个甜品，我们也是以甜品有好的寓意，一定是八宝饭。哎，这个形容团团圆圆的。八宝饭你没吃过？是咸的吗？甜的没有咸口的八宝饭。我们俩为什么在喊？不是，那说明他真的没吃过。你来上，我一定，一般都是自家亲手做，有各种各样的，里面包着豆沙馅儿，还放一点点滋油，对，猪油，然后上面会放什么蜜枣啊、干果啊、豆沙呀，对，各种果脯啊，所以是真的是饭米饭。糯米饭、然后可以吃最后饭后最后一道甜点吃啊，就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的那个。哇，你这样吧，今年你就在北京过年，然后你我邮个十个给你啊，哎，邮寄给你。你知道我们俩为什么在叫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外婆是上海人，所以每年就是过年一定要八宝饭，八宝饭是一定有的，一定要，还有蛋饺，蛋饺是一定要有的，蛋饺一砂锅蛋饺一定要有，而且蛋饺不能外面买的火锅料那种，对，就是那个蛋饺一定要自己做，
他们老人家会拿那个大的汤的铁勺，在那个煤气炉上这样烫热了，对，然后拿蛋液把浇在上面，先拿一块肉在里面，猪皮在上面刮一刮，对，然后防止那粘着，然后这样蛋，然后放那个猪的鲜肉或者放牛的肉放进去，把它包好粘好，然后是一个其实是生的，到时候你再二次加工。对，放砂锅里，不管是放砂锅还是做菜，明白？对，明白。所以每个地方过年都很特别。是，咱家那地儿酸菜馅饺子。哎呦，饺子，北方的饺子那一绝。哎，你们不吃饺子吗？过年？南方人比较少。就对，不是，我知道吃汤圆，但是不是必吃饺子吗？没有，哇，我又长知识了。没有必吃，就是北方是必吃饺子，南方是很多地方是吃汤圆的，八宝汤或者汤圆。哦，那台湾吃饺子吗？饺子也吃，但是不是说过年一定吃，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啊。对，哦，我才知道，就是长江以北的人，这个饺子是除夕当中的必备菜。是，今天又长知识了。其实，你看说了这么多啊，不管我们是吃，我都流口水了，好想吃。好饿，是为了做我们这直播节目，晚上没吃盒饭吗？真的有点饿了。哦，不是，主要是想蛋饺。嗯，想八宝饭，那个味道，想姥姥，那个回忆了。你看，不管我们是吃蛋饺也好，还是你说的那个甜品也好，不管是什么，其中它其实都是一个味道，是什么？就是家乡的味道，家的味道，就是亲人的味道。其实我们都说，不管什么样的过年的习惯啊，在历史的发展中呢，都是承载了很丰富的文化底蕴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嗯，我们说全家人一起团聚过除夕，过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在一起团团圆圆。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这种亲情团圆，这是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。虽然今年有很多朋友要就地过年，不能跟家人团聚，但是我相信无论天涯海角，我们的心都在一起。没错。那今年也是在北京过年了呀。今年，对，今年可能过年的时候还在工作。还在工作，加油，我们好期待。对，我会看你节目。不敢多说，但是我们好期待。好的，来，好，快手连线吧。哎，在快手呢，有一位小姑娘，她每天呢都徜徉在音乐的海洋里面，享受美妙的音符在指尖的跳动。那娴熟专业的演奏呢，充满童真的天籁的声音呢，征服了很多的观众。她就是周昭燕。周昭燕，让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小朋友。喵，你喵喵叫喵喵是吧？哎呀，喵喵，哎，喵喵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他抱的这个情感觉都好大。喵喵，先跟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来。喵喵，哥哥姐姐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，过年好，新年好。喵喵是会演奏七八种乐器啊。对，你看他这么小。喵喵多大了？是全力农哥哥吗？我吗？对，全力农哥哥。还有，对，我是袁成杰哥哥。还有不用装，他完全认识。因为之前在我们那个我要上春晚节目上有，对，有看到过他，而且合作过他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手了，已经。哎呀，他的乐器玩得出神入化。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，你都会什么乐器？我会贝斯、沙锤、电吉他、古典吉他、民谣吉他，然后钢琴，还有尤克里里。好棒！哇塞，哎，他几岁啊？他就几个月学一个乐器？没有，几岁了，宝贝？宝贝，你多大了？我七岁了。哇，你怎么可以会这么多乐器？就是小精灵。就是会来吧，办法，给我们先来表演一下吧。喜欢了，喜欢，来，对吧？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？少年。哦，少年，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一起？可以啊，可不可以？好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歌只适合你跟他表演合作。如果我的话，可能就是中年。少年，少年，你上，你上。合唱一下好不好？他很厉害的，加油！你稍微弹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什么 key。欢欢欢，我开始从前那个少年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中间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的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眼
面前再多坚强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。哎，因为有点延迟哦，不过还是非常棒，我们很有默契哎，好棒好棒，一点点延迟，但还是搭的蛮好。你吉他练到这个程度，你只有七岁，你每天练吉他要练多长时间？两个到三个小时吧。每天？那你现在吉他是一个什么水平？我有考过级吗？有考过级吗？我去年民谣吉他考过十级，今年古典吉他也考过十级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厉害！因为一首歌其实像我们平时要练的话，要练好，可能要花，要看天赋了。有些人可能一个月，有些人一周至少要两三天。像你平时练一首歌要多久时间？如果是简单的曲的话，就是能半天；如果是难的话，大概就是要一个礼拜。哦，没有天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才七岁，我七岁在干嘛？我七岁在玩沙子，七岁我在擦鼻涕。太厉害了！音乐小天才，音乐小神童。是。喵喵，你看过这个春晚的魔术吗？没有。哦，现在给你现场表演一个，两个大哥哥给你表演一个魔术，好不好？想不想看？好的。好的，来，李农，压力大了哦。献丑了，对。先拿出我的魔术道具。丽农出道之前，对，其实是魔术师。魔术师，魔术师。啊、嗯，看好了啊！哟，这是什么？卷儿尺。还没好是吧？魔术师是有自己等一下。我们得要、哦、得要个桌子是吗？还有魔术桌，你看这个很专业的，对。啊，太好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到这个环节了，来。各种道具上。哇，你还竟然有道具！你竟然有道具，太好了！你连门子都给大家看见了。不，这是后面的魔术啊，这一个个来啊。既然有道具，来吧。我在原地是看得到的吗？那我就在这里表演了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是第一个魔术啊。哎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卷尺。卷尺。哎。它可以任意的收缩，没错。现在看好喽，是这样的对吧？但是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，定住了！天哪，哇，这是什么神奇的法力？哦，两位不可相信是吗？他很开心哎。哎，他是给你在配动漫的时候，眼砸了。可能这个还不够精彩，厉害，这个水平是上不了春晚的，来，啊、好吧好吧，来，把自己的真本事亮一下，我只好表演下一个魔术了，对，来，下一个魔术我需要站起来表演，哎，我帮你啊，这是我的魔术，你是大魔术师，我当助理才、哎，是的，哎，来，我们在前面演这样，哎，反了是吧？对啊，好，看好了，请。那个帮我特写一下啊，对，全景也可以。哎，没有东西，哎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垃圾桶。啊，看姐姐刚才怎么样？再检查有没有秘密藏在里面，肯定是没事的。各位观众看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他刚就是开的了，对不对？再一次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不能拍我的侧面了。只能给正面，你们谁能从侧面或者后面拍魔术？懂不懂我们魔术？魔术是要有角度的，只能正面，明白了没有？真的，我好生气啊！我作为魔术助理，只能正面拍，懂了没有？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懂了，不专业，真的，对不起。来，重来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哎。大哥，你看你脚放上去的时候，它已经开了，要注意一下力度。啊，对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嗯，哎，此次的慢悠悠的，哦，哇，它神奇的，通过我们丽农魔术师非常厉害的法力，让它魔力让它直接就开了，是，而且是有节奏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它可以缓缓的开，也可以。快速的开，是的，是的，那个我觉得有点冷，有点冷，那么换个热的，就这个这个、哎，对，我觉得我真是心疼你们两个，能够把这么尬的一个魔术演得这么炉火纯青，这就是我对魔术助理的信心，因为我就相信丽农是我们世界级的魔术师，来，你可以的，来，
最后一个魔术、啊、这个要挽回面子的样子，真的魔术。 对， 对，真魔术。这个魔术呢是哈利波特教我的、嗯、哈利波特教我的，来哈利波特教你看一下啊。我最近在看哈利波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快手超级波，这是一个嗯啊这个平凡无奇的笔记本电脑。那我们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我的助理帮我喊一下三二一倒数一下。哎，这时候魔术的李农老师，我们可以就是这个魔术啊，最重要的你忘记告诉他了，哎，是实现愿望的魔术。哦，没错，实现愿望的魔术。你帮我解释一下。所以，哎，喵喵，你有什么新年愿望？新年愿望，有的话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实现。变成美人鱼。变成美人鱼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错。传说中，一个漂亮的女孩想要变成美人鱼，她需要见到神奇的魔法蝴蝶。没错。所以接下来，请看我们的丽农老师，快速的变出那个音乐呢？心跳声。啊，好，没有了是吧？哎，有了，有了。神奇的蝴蝶，如果看到神奇的蝴蝶，你的愿望就能实现了。没有没有，三二一。 哇， 哇，好，你看你看看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开心？看到你看到蝴蝶没有？你新年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不要给特写了，这确实是，哇，确实是蝴蝶。这个很好玩的，我们小时候一直玩的一个玩具。对，没错，对。而且蝴蝶飞呀飞，它会飞，飞不起来了，有没有发现？飞起来。刚才魔力已经用完了。嗯。我再拧拧，它就又有魔力了。又可以，对。哇，天哪！刚，哎，抢红包雨吗？是不是又有红包雨了？刚才的红包雨，大家抢到了吗？抢到评论区扣一，没抢到的也没有关系。幸运助手抽奖仍在继续，现场嘉宾签名照和5G 手机还在轮番。赠送当中，大家分享直播间即可参与抽奖。今年的春节怎么过？每晚8点上快手，超级精彩，超级播。迅姐，你真的好忙，你一边要帮我们念广告，还是不是还要再起？哎，我觉得好，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。他等一下可以飞到，哎，你看真的可以，真的，哇，还是你棒哎，真的好厉害！也希望把这份幸运带给各位网友。各位老铁，虽然我们已经长大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曾经是一个孩子。没错。怎么了？没有开心？我是觉得笑得像个孩子。提字机特别的不配合，其实你只要继续讲就好了。从爷爷奶奶手里接过压岁钱的时候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留这样一颗纯真的童心。每天晚上8点上快手，超级精彩，超级播。我们感谢两位的到来和分享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，就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 ！OK， 见证了我们奇迹的时刻。这三轮魔术真的，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尬的。对，哎，最。虽然有点尬，但是竟然能够表现的这样，还能够坚持的演下来，不是稳如泰山，热情，然后心里有底，然后眼神很坚定。但是我要说实话，你还是要好好练，连小朋友都看不下去了。我们加油吧，干干干，各位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好，下次见，提前拜年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期待你们新年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这刚才跟大家是开玩笑，但是真心的是期待你们更好的作品，把快乐带给大家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，加油，新年快乐，各位，大家再见，加油，再见。